所以浓淡。不能分得太开，叠加在一起。这是圆形的画法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半圆形的画法，也叫扇形的画法，这样。半圆的也要重叠，扇形重叠。还有一种就是平排状的，注意并不是平均的平排，也要有穿插，排上去，叠入一层。这是三种基本的松针画法。那么松干呢也一样，勾的时候主干画出来，